那观众朋友啊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啊来参加这个北园的这个工作室的一个宴会哈。那在现场很多贵宾哦，先一一跟各位介绍一下，那待会再来好好跟各位谈一些事情哦。来，我们先自我介绍，跟观众朋友问好一下。哎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北园是担任什么？我是北园里面担任主持人。哦，主持人。是。主持人芝芝哦，听说主持人就是要最38了才可以当主持人。是哈、哦，那我尽量，因为穿了和服的关系，要淑女一些，算是这个气质要出来就对了。哎，气质要有，但是骂人的时候也要像日本人，要温柔一点。巴卡亚罗娜呢？哎呀，听到了。旁边有日本人。这个旁边这个是真的日本人，听到已经受不了了哈、哦。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他讲这样对不对？不对吧？不对。哎，違いますね。巴卡亚罗とは言ったらダメです。巴卡亚罗ですね。哈。那一般我们教我们观众朋友就是说，嗨，大家好的日本话怎么讲？皆さん现在的晚上的时候，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就是大家晚安。那么大家晚安。好，大家晚安。こんばんは，こんばんは。啊，不，肚腰怎么讲？肚子饿。食べましたか？がいいですね。食べましたか？皆様食べご飯食べましたか？哦，这样你们听不懂了哈。这个就是教各位，就是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了哈。哎，哦啊，旁边还有一个翻译，我们请翻译先讲一下哈。翻译这个超级厉害的，这个英日文、中文的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我是要叫你讲英文的啦。啊，英文我不行了，因为我不会，我会讲日文呐。日文。我是他的翻译啊。我叫白儿子。请大家多多指教批评。那你听说你跳日本舞很厉害哦？没有啦，还要希望大家给我多多鼓励啦。哎，鼓励一下啦，哎。哦，有鼓励啊，有鼓励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那上次看你表演，那个神韵很好哎。真的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们大家再一度努力。被你感动了呢，因为这跳舞就是那个精神要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精神精神要出来，那个眼神什么都要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希望你示范一下怎么用日本吃饭，好不好？好，带你来特写前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位比较重要哈，这个他听说他是一个老师了哈，那教很多学生哦，那当然呢，哦，这个谢大师哈，谢太湖老师哈。那他就是专门在教一些演歌的就是所谓日本歌嘛哈。日本歌嘛哈。对。日本歌一般的话，如果都日文都不懂啊，可不可以学一两首？可以啊，可以。用背的可以吗？不是，要从基础开始。我们可以从前基础班，从五十音开始学啦。五十音嘛。我们这也不要，五十音我五十几岁都无多啊。买八十块，买一个当二啊。买一个当二啊。真的假啦？我也清白在外中。不过老师就派，我哪唔敢去找你啊？你敢就派？未得假事，都若有交钱的，对较好熟啊。无交钱嘛，无要紧啦。无交钱未要紧。只要有兴趣都。哦，咱要教一挂要有用的人，对吧？所以，只要有兴趣拢会使来。啊，你无你教我唱一字的话，唱两句。要唱。唱什么？北国之春啊。北国之春啊。哎，对。北国の春啦。白樺青空。这地图安尼就行啊，就青菜都有法多，真的是实力。其实我是在考他了，大家我相信很多人都听不懂他的音，对音不知道对不对哈。旁边有一个裁判，我们现在马上问看看他唱的对不对。そうです。今結構ある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。就是对的，他没有错，安尼都是正确的对吧？正确。好。啊，今天美女身边啷么讲？介绍者。はい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我请原谅我把心上人。ごめんなさいあなた。有够厉害啦哎、欸！所以我们很多现在，尤其现在社交哈，很多都需要一些技巧啊，不然这个在社交场所很难过哈，尤其是在聚会啊。如果会哼两句，是不是给就臭屁也对不对？啊，卡大空啊哈，卡别安尼扭扭捏捏就歹，就一种气氛都歹去啊对。哇，所以有机会哈，爱当那观众朋友哪有兴趣，
啊，你甲我们较久来讲价。可以，无问题吼，无问题。啊，咱即马驻守工地多呀？啊，我即马伫桥头糖厂。桥头哦。桥头糖厂。哦，桥头糖厂哦。桥头糖厂。喂，哎，对。伫桥头糖厂哦，伫咧驻上。博物馆对。博物馆哦，啊，你等下变博物人。袂啦吼，你嘛算国宝呢。国宝级。你国宝级对嘛哈？所以哈、哦，咱即马甲国宝级揽一个，我觉得很难得，难得揽到国宝就送诶。对啊，我认识的。哦，你拢唔知影着，哇，好者好康诶哈，感谢哈。啊，我长唔通揽啦，我长诶就水也比较白。买给，唔通啦，我带人拍戏。哦，那还有一个可爱的东西哈、啊，这个东西哈、哦、要好好介绍一下来。哦，这个看了伊哈，全世界上有去诶来。介绍自己，自我介绍一下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我倒是雅芝的，我是雅芝。雅芝哦，那现在在哪里上学？我现在在右昌国中。右昌国中哦，哎，右昌国中怎么长这么高？那也还好啊。还好、哦，从国小就这么高了吗？慢慢长高的。还是有在慢慢长高、哦。对。啊，现在交几个男朋友？现在哦，不可考。不可考了，很多。现在，妈妈在场，不能讲。哦，妈妈在场。那、啊、你学这个日本歌学多久了？学差不多已经快要一年了。一年而已哦。对啊。为什么以前没有学，现在才想到？就有兴趣啊，就感觉得很特别。那、啊、你学了唱日本歌，一般年轻人会觉得这个唱日本歌好像看老狼哎，尴尬好不好？啊你是属于年轻人都喜欢唱那个摇头的那种啊，你感觉上由你的心态上来看有什么差别？我之前也是有想过，就是不想要学，就是也是你刚说的那个心态。可是我后来都觉得说这是一种技术啊，传统的一种技术，我就觉得领悟到这种。对啊，我就是觉得就是日本的文化，我就觉得很好，就是学习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、啊、可是你学唱歌不是只有学歌唱技巧呢，很多日本的精神什么你要学起来呢？对啊。有没有教？现在慢慢的在学习，就是用感受的这样。我刚刚忘记看你90度鞠躬啊。因为我这样子站着、哦，对。不是日本讲话都要嗨嗨，你都没有嗨一下。嗨。我再问你话，你要说嗨嗨嗨，这样才对啊，这样日本味道才有啊。我现在没有穿和服。哦，原来如此哦。哦，要穿和服才会嗨嗨嗨就对了。哦，啊，以后妈妈跟你讲话就嗨嗨哈，是不是？嗨。嗨。嗨，对了，嗨一句最标准的给我听。嗨一句。怎么标准啊？嗨。嗨。嗨。他没有点头。嗨。哦，对了，这样就很标准啊。啊，跟我们说再见的会不会讲？塞哟娜拉，他塞奈啦，不告塞奈。塞哟娜拉。啊，你也告塞奈。好，来，啊，还有这个小帅哥啦，这个小帅哥。等很久了哈，这个压轴的来，自我介绍自己一下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，我倒是は福原愛子。哦，啊，台湾话怎么讲？大家晚安，我叫做元福。哦，啊，闽南话怎么讲？没要变调，我知。对。台湾话不要讲，要讲日本话，只用台湾音啊，对吧？好、哦，所以啊，吃八道腰要讲没？八道腰不会呢。八道腰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八豆腰什么意思？他不知道。啊，真的、哦。对。那、啊、你学日本歌学多久了？一年多。也是跟姐姐一样、哦。对。那、啊、姐姐比较厉害是你？姐姐。不会吧？不会啦。姐姐比较厉害，你是故意讲这样，怕她揍你，对不对？不是的。不是啊。她真的比我厉害啊。啊，可是你看起来很聪明啊。没有啦，唱歌呢，在分年龄的，唱歌就是看领悟力啊，嗯、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可是我跟你讲哦，你的台风比他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所以这个要赢他，就要用台风来赢他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啊，表演个日本最帅的姿势给我们看一下，跟观众看。一样啊。不要，帅哥的姿势呢？不好意思哦。对啊。不妨跟你女朋友打个招呼。哦，没有呢。没有女朋友哦，要有机会了哈、哦。这个几岁了？12岁。12岁，现在是小三哦。小五啦。小五了哦，以前有小三过就对。有。有小三过哦，所以现在小五。对。啊，在哪个学校？右昌国小。右昌国小。对。哦。啊，小五。小五啊，老师对你好不好？不错。啊，考试作弊吗？没有啦。作弊有没有考过100分？没有。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作弊也没办法100分了。
没有，没有作弊啊？偷看人家的有没有？没有，也没有，就凭实力。哎、啊，有没有考不及格过？有英文哦。那个数学，你还有什么数学？你不会算数学啊？会是会，只是会算错。没有准备好就对了。对。然后粗心大意。对哈，啊，努力哦。好，来跟观众朋友再见一下，讲日文， yeah. 日文的。さよなら。英文的。Say goodbye， 拜拜。比较厉害哈，好，那歌手的生产工厂哈，那今天生产两个歌手很厉害哈，那先自我介绍一下。跟观众朋友问好啊。大家好。啊，我是歌手的训练工厂，哇，生产工厂。蔡伟杰，不要紧啊。我是这两个的那个制造工厂。对。啊，你当初为什么鼓励他们去学这个日本歌？还是有刚好有机会。啊，就阿嬷在开卡拉 OK 啦，啊去那边唱歌，啊、阿嬷一个朋友，我婆婆啦的朋友在那边教，啊就听他们两个唱歌啊，就说要教他们啦、啊。哦，啊结果他们也有兴趣就对了。也是嘿呀、啊，但是小孩子都喜欢唱流行歌曲啦。对呀、啊，哎，刚刚有问他，可是现在不会了，好像都两种都学了。有找到那个啦，那个，哎，那个感觉有出来啦，对呀、啊。他妈妈唱一首日本歌给我们听，唱一句就好。我一句啦。来，我来一个来。喂，一面，我听过，我是讲你啦。我没。哎，生产工厂不会生产，没有歌声的。生产不是生产就会嘞。只负责生产的对吧？我负责生产，那个是他们的那个。哦、是这样。跟观众们说再见一下。再见，拜拜。有空来看他们两个表演。好，有空来看我们大家表演啊。以后你是经纪人，会不会以后签约很贵？我经纪人底下。我经纪人底下哦。我一点当夜盲追夜就鬼也卖草皮啊！美女，自我介绍一下。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。我是那个北原工作室助理。助理哦，助理就这么厉害哦。对，真的、哦。我姓卢，叫慧慧。慧慧哦，啊，什么都会会哦。哎，什么都会啊。什么都会哦，你问他怎么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，都会的。他很会喝酒就对了。还好啦哈。但你有点需要表姐了哈。后来，赶快吃饭了哈。好，谢谢哈。好。